盘的时候有了一波翻红，您怎么看待这个行情呢？觉得乐观还是谨慎呢？当然，从昨天我们在做收评的时候也重点强调过啊。今天我认为会展开一个弱势反弹啊。为什么是一个弱势反弹呢？我们首先啊讲到了整体在昨天的下跌家数可以说是超预期啊，达到四千八百九十六家。还记得我们在昨天重点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先看一下涨跌家数。目前呢，虽然说指数啊整体涨幅不大，或者说微微翻红，但是多数个股是以反弹为主。我们在昨天在这个位置点。 点了个点，对吧？四千八百九十六家的一个下跌幅度的话，点了点。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啊，其实在近期，也就是在啊去年的两天，一个是在去年的九月七号这一天，另外一天呢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在十月二十三号的时候，跌幅啊超过四千五百家。整体呢，我们看到第二天涨跌家数来看的话，相对的开始进入到一个翻红的状态。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其实呢，相对已经是超过三千四百家个股市。 翻红的，也就是代表的什么？整体市场今天是一个普涨格局。这是其其二来讲的话，其实今天的涨停家数还比较多的，目前呢已经达到了四十八家的一个涨停。这一点我们头里要知道。那么对于目前的一个行情，其实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有一定的风格的。 转换什么意思呢？还记得我们在近期重点强调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也就是要关注整体的前期涨幅居前的，比如说像银行、保险，包括我们要关注一下什么呢？像电力板块以及石油石化板块。我们今天先看一下石油石化板块，今天在今天早盘的时候相对的表现是比较弱的。我们看一下石油石化，今天早盘走出个低开之后的一个强势震荡格局，对不对啊？ 然后我们看到下午的时候开始逐渐的一个翻红，因为在今天早盘的时候，为什么形成一个弱势震荡？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在昨天晚间的原油价格进行一个重挫，跌幅超过百分之三，包括布伦特原油也形成一个重挫。所以说，自然而然我们看到石油石化板块形成调整。但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托体指数的就是在石油石化板块。还有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今天早盘强势的是什么？半导体一定要看一下。其实，在今天早。 盘强势的半导体，但是今天早盘弱势的是什么？石油石化板块形成一个倒影，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目前来讲的话是下跌百分之零点零八，整体啊早盘走出一个高开强势震荡的格局，但是在整体的我们看到十点半左右开始进入到一个跳水阶段，整个市场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形成一个弱势反弹，是不是和石油石化板块形成一个倒影，对不对啊？我们看一下石油石化板块在早盘相对它表现比较弱。 同时，我们在今天早盘看到另外一个板块涨幅榜居前的是什么？就是证券板块和半导体板块都是双双形成一个强势震荡。我们可以看一下平开之后的强势上涨，对吧？很多投资者预期是不是证券板块机会来临？但是我们看到在下午是一个跳水性的行情。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今天早盘强势的两个板块，一个是证券。 另外一个是半导体板块，在今天早盘强势，下午的时候形成一个定的跳水。还有今天早盘还有一定表现什么？酿酒板块，对吧？我们在近期调的是什么？酿酒板块主要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支撑市场和它是一个风向标。我再次强调一下，我认为目前来讲的话，是以消费类为首的，包括酿酒板块就是一个主要的风向标。今天在盘中一度涨停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中国中缅，对吧？中国工中缅。 今天盘中一度涨停，那么好，目前讲的话收涨是百分之六点三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下中国中点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放天量了，对吧？ 还记得我们在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重点强调它会不会达到六十以上的这个成交额？当然，收盘是在四十四个亿的成交额。那么好，我们看一下在历史上，咱们仔细看一下啊，它在这个位置形成一定的放量。咱们看一下啊，在这儿形成一定的放量，同时来讲的话呢，这个位置啊，那么好形成放量之后。 走出一波震荡反弹性的行情，这是什么？中国中缅，包括在这个位置，我们再看一下，也是形成什么？第一次放量，第二次放量，第三次放量。那么好，这个位置是不是形成一个筑底？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要关注刚才我们强调酿酒板块，因为什么？酿酒板块在近期来讲的话，我们重点要关注一形态，它是跌破前期这个位置，这是其一；其二。 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贵州茅台所涉及的所有个股不是推荐啊。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贵州茅台？因为两个点连线，我们看一下啊，它整体形成的是什么？这个位置低一点，这个位置低一点，好，接近一千六，它就是低一点。所以说啊，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下银行板块啊，一会儿大家就知道我怎么为什么要近期这么讲。 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有压力，对不对？形成压力线，包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旅游板块，今天早盘是高开高走，而且是强势震荡，对不对？形成的是一个放量上涨，高开震荡冲高，但是在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再继续的形成一个上行。好，我建议大家跟我一起干什么？咱们看一条均线，也就是什么六十均线，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啊。 目前对于旅游板块来讲的话，六十均线已经站上去了，对吧？但是上证指数是不是仍然受压于六十均线？六十均线没站上去。你如果说把所有的这个板块，咱们仔细看一下啊。 就是对于酒店餐饮板块第二支，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六十均线，六十均线是不是形成压力？好，我们再往后看，这个位置压力是在这个点啊。通用机器，好，我们再往后看，六呃公共交通六十均线突破之后再次形成一个下行。好，我们再看一下，目前多数的一个板块都形成了什么？要不然就是在六十均线的压力位形成主要的震荡。 这是其其二是什么？站上六十均线。我想强调的是什么？仔细听一下，非常的关键。目前上证指数有没有站到六十均线？没有，对吧？目前的上证指数的六十均线是多少点呢？二九九五点，对不对？好姐，且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重点强的是什么？要看一下其他的两根均线，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啊。 五日均线是二九二六点，十日均线是二九三三点，二十均线是二九三六点。我们发现今天有没有到达两千九百点呢？其实，对不对啊？今天整个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受压于什么？两千九百点附近的一个压力。当然，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最起码从技术上有个破五和反五。所谓的破五和反五是什么？跌破五日均线，再返回到五日均线。好了。 我们把刚才重点强调的也给大家汇报一下，什么意思呢？从十二月底之后，整个市场其实风格形成一个大变。首先，我们所说的叫哑铃型，一头也就是以游资为代表的，像 PEK 材料、可控核聚变、R、MR 头显，啊，以及像算力、算力租赁啊，包括供销社概念等等的，像汽车零配件都有一定的反弹。这个就是什么？以游资为品种的相继的涨榜居前，这是其一。其二。 我们也重点强调，比如说石油石化板块、煤炭板块、水务概念，包括我们看到像公共交通以及像电力，还有像什么等等的一些其他的吧，像什么交通运输啊，这些其实都是什么我们所说的高股息概念，尤其是一些权重里面的，我们看到像石油石化板块里面的煤炭，同时来讲的话，像中国。 啊，神华它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了宁德时代，这就说明什么？整个的资金开始集中在这些高股息。但是刚才我们重点强调，其实我们在上周五就指出了，市场在这个阶段风格开始进入到了一些切换，因为银行板块产生压力，石油石化板块同样压力。但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看到石油石化板块开始走出一個什么拉抬指数的作用了，对不对？多数个股是以反弹为主，而银行板块现在是一个稳定市场的作用。正 证券板块目前仍然是一个散户情绪波动比较大的，如果没有资金，那么好，它就不拉证券，对吧？下午的时候，明显我们看到整体而言，新增资金开始逐级的一个走低。现在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超过三千亿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量，相比于昨天，但是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目前两市加在一起的成交额还不到七千亿，六千七百四十三亿，也就说明什么？目前的市场是反弹弱势。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是一个反弹弱势，而不是一个反弹强势。这一点我们投资者要知道。如果说如何来看一下我们所说的一些游资品种，看一下北证五零就知道了。北证五零今天可是下跌啊！我们看一下北证五零下跌多少，百分之三点一五。这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目前不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跌了就不关注了，跌了其实反而要关注，因为它其实是属于什么游资的风向标，一定要自己看一下。其实我们在今天早上直播的时候还。 讲到另外一个，你比如说游资的风险不要什么，比如说大连盛亚啊，所涉及所有股票不是推荐啊，我们只是说它的公司的公告，它这个公司的公告讲到的非常清楚，它是做什么游泳馆的、海洋馆的，你说它和咱们所谓的这些冰雪概念有关系吗？没关系，这是其一，其二，像长白山今天也是涨停，那么其实它也发出公告说，整体的这个冰雪概念，也就是冰雪产业对于它总共的总营收增加还不到百分之五。 所以说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什么旅游酒店板块？明天我们要看一下会不会是跌幅榜居前。我再次强调一下，目前的市场其实是什么？主要是炒情绪，什么情绪呢？也就是整体而言，在没有热点的情况下，那么好炒冰雪概念、旅游酒店，对吧？尤其是旅游概念，像我们所说的哈尔滨现象，所以说带来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明天炒什么？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整体而言，今天可是一个普涨格局，而且并没有放出大量，说明什么？整个有一些这个资金属于被动型的资金的，咱们所说的一个反弹，而不是一个主动型。一定要仔细听一下，什么是主动型。 主动型是什么？也就是大盘蓝筹股大台，小盘股唱戏，题材股整体而言形成一个强势的一个上行，这一点才是关键。但是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什么大盘股大台，尤其是石油石化板块早盘跌榜居前，半导体板块我们刚才强调的是什么？早盘涨榜居前，这两个形成什么倒影？一个跌榜居前吧，今天开始形成一什么？下午开始震荡走高，对吧？包括我们再看一下什么中字头，一定要注意一下，中字头也是一个非常重。 重要的一个风向标，仔细看一下，今天是收跌百分之零点三一。以及我们再看一下什么央企科技 ETF 所涉及的所有个股，啊，包括 ETF，并不是推荐，我们只是讲到一下状态。目前我们看到非常非常的弱，所以说你现在我们所有亲爱的粉丝们、啊，亲爱的投资者朋友们，你现在应该知道资金现在是不是进入到一些切换？这个切换是什么？一定要仔细听一下，也就是高股息的这些。 板块也好，概念也好。 它会不会逐级切换到以消费类，或者是以成长性、以题材概念性的？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啊？因为就像我们在十二月份看到整体指数连续下行，但是很多的高股息、一些概念性的个股和板块确确实实涨幅榜居前。而现在恰恰是什么？反而是一些基金啊调仓换股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整体的而言，主流的板块开始。 进入到了一个什么一个切换的时候，这个切换我还是那句话，首先我们要看消费类，就像刚才我们重点强调，比如说中国重点盘中今天哎一度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停，那么好，那它整体形成一个冲高回落，那对于我们来讲，下一阶段消费类很多，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啊，服装服饰一定要看一下。 因为服装服饰来讲的话，虽然说从 K 线结构图上可能整体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行，但是你要知道，服装服饰板块它最容易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近期，也就这两年主要的主流词叫什么？国潮品牌。我再次强调一下。 国潮品牌，我认为下一阶段来讲的话，一些机构资金开始关注以国潮品牌为首的，比如说服装服饰，还有在今天早上，其实我们也讲了一个案例，我就这里面不再讲了。就像日用化工，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日用化工里面的，比如说护肤品，比如说化妆品，目前我看到相应的一些方向有很多，其实资金在进场，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啊。所以说看我们直播的。 以及在我们看我们视频图的，一定要在这个视频的下方打一下“国潮”这两个字。你要知道。 下一阶段就是国潮品牌这个位置可能会形成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好了，我再次强调一下，对于指数而言，要再次给大家讲一下啊。目前我们重点看对于板块，我们看六十均线的压力啊，可能对于上证指数你觉得压力好像很远，但是对于很多的一些板块，六十均线确确实实是一个主要的压力。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仓储物流，我们看一下六十均线在哪儿呢？你其实它就是完整的在六十均线处。 你看这个位置形成压力，你看包括运输设备在这儿形成压力之后，六十均线绿颜色形成的是压力。看一下工程机械也是一样的。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对于今天大部分板块的上涨，其实都已经触碰到六十均线的牛熊分界线了。所以说明天而言的话，我认为第一个还是那句话，首先要看一下旅游整体的板块会不会出现一定的分化。 有可能今天涨榜居前，会不会明天跌榜居前？这是其其二，国潮品牌会不会往前推进？比如说服装服饰、日用化工会不会往前推进？同时，刚才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比如说以酿酒板块为首的，它这块会不会有一定的资金的复苏？因为在前一段上涨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以茅台为首的，哎，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线。所以说吧，市场不管是石油石化板块也好，半导体板块也好，大金融板块也好，现在都形成了分化。这个位置没有主线，我们现在就是。 抓主线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清楚。当然，这个对于。 目前的反弹呢，我仅仅当成反弹，还并不是一个底部吧？我们一看，也就看两天到三天这样一个弱势反弹压力位二九二零点附近，可能呢主要的时间节点，我再次强调一下，是在一月的十七号。明天呢，我仍然看是一个弱势的反弹吧。当然，刚才板块也跟大家讲了一下，所以说现在而言的话，其实是什么资金的切换，以及板块热点切换，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光是等着指数的一个下跌。 其实市场有很多的方向吧，就是这样。